蛋大比拼之奇趣蛋 with 巧克力蛋。Hello， 小朋友们好啊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爱丽小星球，我是你们依旧可爱的罐头妹。今天罐头妹超级开心，因为我的导演和我说，今天有个大大的惊喜给我。一早起来就感觉超级有活力，不过不知道这个神秘的礼物会是什么呢？罐头妹，哇，这么大一个箱子，导演破费喽。哦，里边好多东西啊。哇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奇蛋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些蛋都拿出来，我们看看有些什么吧。这个大的呢是 LOL 惊喜球，好大一个。这个是巧克力蛋，里面有玩具哎。这个呢是奇趣蛋，哇，感觉自己好富有。而且我的导演和我说，这里边不光有神奇的玩具，还有可口的巧克力哦。想想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拆蛋环节吧， Let's go， Go go go。接下来我想拆这个巧克力蛋，哇，真的是好大一个整个的巧克力，那可是玩具在哪里啊？在里面啊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可以把它吃掉是吗？嗯，我们看到了，有一个玩具胶囊，又能吃又能玩，好开心哦。那我把这个玩具胶囊拿出来，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。哇，是一个拔丝光年哦，天哪，好可爱啊。我要再拆一个，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。哇，是粉色的抱抱熊哎。接下来我要拆一个冰雪奇缘的球，再拆一个啊，是妹妹安娜的一个钥匙链。我还想再拆一个玩具总动员的。哦，真的是一只小猪啊，太可爱了。还有一个托马斯。接下来我们要拆这个奇趣蛋了，导演，我可不可以把奇趣蛋都拆掉？我觉得你要不要卖给小朋友，应该自己拆啊。好的，我们要学会分享。那我自己拆一半，给小朋友们留一半。但是我发现这个奇趣蛋是分男版和女版的，我们就一半给小朋友，一半给。刚刚好，那我就要开始拆这个喽。我先拆一个女孩子的吧，会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是把里边小食的勺子，我们先吃一口吃的。哇，奶油巧克力，一看就好好吃哦。好好吃哦。吃饱了，让我们拆一下玩具，让我看看这是什么。哦，这是可以画画的。哈，画了一个小的爱丽像。那我们接下来拆男孩子的奇趣蛋。哟，好神奇哦，这个。先把这个对折。把蓝色和绿色的小车放在并排同一条线，把
这一个插到这里。好了，这个是男孩子的玩具，我再拆一个女孩子的玩具。呀呀呀，这个是可以换装的，这有三个卡片，然后分别从头到脚插到这个小卡槽里。然后我们需要一个铅笔，我们要把它描下来。好了，我已经画完我的一个小娃娃了，那我们接下来接着继续拆弹吧。哇，这个是一个荧光恐龙，看，是一个荧光的小恐龙。继续拆弹，男孩子的蛋，哦，还是一样的小汽车。好了，我的奇趣蛋都已经拆完了。我们已经把巧克力蛋和奇趣蛋拆完了，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拆这个超大个的 LOL 惊喜球了？等一下，罐头妹，这个我们要留到下一集拆。嗯，买这么大一个罐子哦。那好吧，惊喜都是放在最后面呢，所以说小朋友一定要看下一集哦。那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你们抽到什么神奇的礼物，一定要和我们留言互动哦。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下期预告：拆弹大比拼之 LOL 惊喜娃娃拆拆球。